Hello， 朋友各位，我是风破。那我们今天玩的是 Minecraft， 没错。那我们今天玩的依然是 Better Warehouse 战斗仓库。嗯哼，那我们上一次似乎是走到一个奇怪的迷宫，然后走出来。然后这里熟悉一下。我印象中上一次我们打败了很奇怪的七星种巨人，还有拿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然后我身上又多了一个 Damn 的东西，对 Damn。然后现在非常麻烦，就是我的，哎呀，我现在非常担心我的那个食物来源什么的。强烈火焰，那是上次拿到的，死可惜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我们下一场冒险。奥秘马德，没错，这个就是我现在的想法。调整一下我的服装仪容，虽然说一点功能都没有。嗯，没怪啊，没怪。刚刚那么大动静，就我觉得没怪。哎，缺里面东西？确定？这一间是空屋啊？好吧，我想太多。慢点。啊 ，Steve， 难怪没东西，抱歉。忘记我之前玩解谜的时候开成了和平模式，结果现在搞到现在没怪物，这是我的问题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问题啊！这样子的话，连续两关都没有东，都是这样。还好，突然想到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，还好是有箱子的，要不然的话我连怎么进下一关都不晓得啊！万幸。接下来应该不会那么好运了。哦，天哪，冷汗都给冒出来了。啊，去死啊你们！好吧。哎，为什么经验球在我的脸上那边乱飞乱飘的？好，总算有回到战斗仓库的感觉了。喂，等等，我已经看到了，非常令人不祥的。啊，不好啊！这非我本意。你就被烧死了。不要在门前，你们在门前我很困扰。凭什么？把这弄完。非我本意啊！这忧伤，救命啊！有怪出来了！哦，确实。好吧，至少这样子我比较安心一点。风力五的物件，我也不会高兴到哪去了。好，重整士气。为什么？凭什么是我受伤？至少这样子来个一对一单挑。装备我在那边刷什么智障好啊？
还有他们只是穿，还有啊，没有见。好了，哇，这个现在被我解决了。不好意思，是说不能卡门的，可是我这样子应该也不算卡门，这我没办法处理它。这到底能不能吃啊？在意，好像是能吃，可是我不知道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忘记，我不应该。好吧，看来是能够多少缓解一下我的饥饿度的，可是真的很烂。我傻，真的很烂，真的超烂的。哦，对，卡住了。先看一下，这棵树长得咋那么奇怪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啊。哎呦，不要现在。他跳不过。所以发生了什么？呀逼。莫名其妙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在这边，他不会跟过来。好逊啊！这，可是我现在也非常，我现在，喂，阿弟。真的是非常的给他幸运，竟然没有，是呀，可这样依旧没办法监控我的，防弹，我的衣服也没了，难怪。好的，然后这里就有东西了。等等，我看到那边有一个洞。这个洞干嘛呢？该不会是右上在弄的时候忘记加上去了吧？也许，应该 ，maybe。好，不管那么多，我们现在是要走的是那边，这里。哎咻！啊，好烦啊！我的食物严重不足啊，不足的食物，就是他体验斯巴达的感觉吗？肚子饿，然后来只能吃腐肉。这不是玩那个，这不是你之前玩那个什么炼狱的空。笑，吃这个。我是可爱的雪，请不要伤害我。身上没有什么菜，只有雪。我知道，你只有雪。我送的东西。Yeah。Checkpoint，Yes， 总算能够好好休息。对，没错，机关钥匙，铁剑击退二，还算不错、啊。现在我要开始吃这个东西过火，反正也才几秒而已，该死。所以现在我要努力的吃这玩意儿，来当做我的奇怪，来当做我目前的食粮这样。要不然的话，我真的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吃，真的。煤炭的话就留着吧。然后，弓，
强力三呢。对，这个强力五。这个放在这里。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浪费我的位置。放回去。拜拜，雪人。不想杀。等等，留这个。右上，你知道这东西可以跳过来吗？有洞，可是我看不到，有什么？哦，机关钥匙。哎，等等，凭什么你全身铁罩？凭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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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那不要闹啊！这音乐真的有戏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。收起来。就像变态一样，怪可怕的。吓不倒我的，结果吓得半死。对啊，这家伙把连门也炸，哎，不用，门本来就这样。走路，也是鬼房间。该死，食物不够了，食物不够了，右上。吓我跳！我想说怎么都只来一对一的。是不是没办法跳第二次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要死了！屁咧，有个东西吗？没有啊。哎、欸，哦，在那里。快死啦！快死！你知道吗，右上，你这食物，我是还有一个，可是，算了，我喝药水了。冲啊！
再来啊！你找，按钮一个，跳跃，去死！胡萝卜。难道底下不会藏东西吗？真的不藏。我操！食物要死啊！食物真的没了。虽然说这样讲是很烦的，这我是忍不住要讲啊！真是食物啊！低级伤害。发生什么事？按键是钥匙，可以下稍微。喂！啊？没了。有只躲在那里啊，不知道。哦，岩石制造机，难怪。哟，被燃烧是死吧？等等，现在有一只我非常在意。好，准备。好，蛋糕。早知道我就不先吃掉胡萝卜了，按钮，蛋糕，呜，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为什么不能够让我带走蛋糕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让我带走它？为什么？生气。就这样，哟吼，就只是一个绿宝石。绿宝石应该是拿来计分的啦，估计应该，也许 ，maybe。喂，你手上拿的是食物吗？给我。混账，给我食物！哎，好痛！凭你也要打我？可恶啊！食物！啊！嘿，食物是我的！食物是我的！我现在只能重复这句话。食物是我的，谁都别想。真的，我现在除了去抢食物以外，我现在没有任何想法。就是，食物麦块里面我没有食物后，我待在这边会死。除了像女巫那种已经有够离谱，要不然就像凋零那种离谱到扯到离谱的那种凋谢方式以外，其他我应该都不太会死才对啊。
现在如果我没有失误，大概死死透透这样子。真的，我不是好小，我是说真的，我会死的比想象中还要快很多很多很多。失误，感动。感觉上有了食物之后就不是特别担心了，应该可以比较稍微从容的吧。那先让我不是就是说有点从容去。好，哇，还挺漫长的，挺漫长的。没东西，确认过后，哎，不对，这边底下要查，说不定就在你身边，说不定他就这样藏在旁边角边边的角角，啊，边边角角不是边边的角角，什么鬼？现在有个想法，就是这样子。欸，是不是有人有说不能够做东西吗？还是可以？好多，好黑，这种是好黑啊！算了，做一个，反正。应该没关系吧？这样子，我奇怪不爽。哎，翻箱倒柜时间，饼干。不会突然冒出来什么？所以他们一个问题，他们是真的是看到我才会有反应，还是说他们其实是直接哦酷酷，是直接就是侦他们是侦测到我，还是说是直接看到我才算是知道说我在哪里？哦，我旁边自己看这个，好吵啊！怪，肯定有怪。好，他目前没有看到我，赶快收，走。冲吧！忘记了，不能卡门站哦。来呀、啊，欢迎你哎！你不进来，来啊，你们混账！来来来来，你就哇，上面被你太好惨，哼，普通货色啊，里亚没了，是现在什么 power off 就是 power off 之类的吗？力量消失了，我没有力量了，消失了力量。好，然后好吧。不知道做火把算不算犯规，可是我身上会一直不停冒煤炭啊，觉得不用可惜，原谅我。这一次好像犯规有点多。
哼，怎么可能啥东西都没有？只是你不想让我找到而已吧，小样，敢坑我？哼，哇，等一下，过来看一下，过来看看，我从哪边过来的？是不是看来我……哎，等一下，那边的好像有点大。还有这边没有提供商店什么的吗？商店啊，不提供商店。这么威，不提供商店的。电玩，哎。这样不对，你这样很不对哦。请你不要搞得跟自己像一个混账一样好吗？直接放着。好，立即伤害带着。看来饼干恢复的真的很少，太少了。哼，哎，是死等了，不要打东西，你就只是块饼干，你不要特别拿去打什么奇怪的东西了，你就只是块饼干、啊。好，没有看到，看来这是好酷啊，让我有点。惊讶了一下，不会东西其实藏在地上吧？嗯，虽然觉得依照右上的性格有可能，觉得有可能，不过目前就还是哎呦，哼，玩过禁制边缘之后，这个有点小儿科什么的，不要注意就是。不要突然，像这样子就好，不要像这样子好吗？哎，这不是跳台光，这不是专门让你跳跳，然后就摔。Dash， 果然这有东西。哎，你们，我果然刚先查的，该死的，哼，果然要先检查一下才对。是没办法连续那种流畅的就直接这样跳过去这样子。哎，发现了神秘硬包，哎，木剑，是让人觉得你够一把木剑的。嗯，好像没东西。哎。好像没东西啊，可是下面门，是我把图来怎么看到有门呢、啊？可是很明显的是，可是很哦，如果失败就要走下面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对啊。这边可以走，这有楼梯可以走，下去看看。反正一定有，不敢说是好康，不敢说是好康的，可是少有点东西可以拿。箱子很多，左右摇晃，啊不，就左四处查看一下。
胡萝卜，赞。哇，尬意。不过有时候这么黑的话，各位会看到吗？玉老师。哦。这也太快了哦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上去喽。好，嗯哼，然后就这样过去。哎，不要，这也是每一次的老套戏码。这样子的话，我身上的一些东西就变多了。好，那就继续努力吧。食物就不怕啦，不怕啦，不怕啦，不怕啦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没有。稍微检查一下，食物变多了耶！退魔药水，立即治疗。哇哦！食物没什么用。不要浪费，这个一只要带三瓶。天哪，已经开始互打了吗？你想隔三关虎斗那种感觉，可是我现在很担心的就是我上不去了。至于吗？至于会上不去吗？犹豫中，都带着了，不带。反正啊，反正就是义无反顾直接冲下去。杀中！反正现在只要用力打就对了。我去，这是雀呀，三，好了，终于只剩我跟他了，当然是选择远距离射击啦。他竟然有带经济效果，就不太给他那个了。闪开别人的攻击是不好的，至少不可以闪开我的攻击。要结束了，这么快、啊。击退二，这里没有铁针什么的。金苹果应该是史上最好道具。好，然后
先离开这个乌漆麻黑的地方。这边先检查一下，很好，没东西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哎，这边有漏了一个骨头，哇！哦，原来这边是顶立起来，挺起来了。好，走。好，那我想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为止，然后先吃个饼干，至少抑制住这种清醒，然后之后就是胡萝卜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为止，非常的给他惨死小小啊，真的差，结果不是被酷风勇射，只是差点被小僵尸给害死，真的是。不过力量药水也还蛮棒，不过时间有点短，一定是药厂故意用很短的。那就这一段旅程还会很长啊，就慢慢拭目以待吧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，See you。